我这个儿媳妇呀，哪都好，就是长得太漂亮了。你说这要带出去，哎呀，多不安全，是吧？哎，是是是。不过呀，跟我的儿媳妇比起来呀，还差了点儿。跟你嫂子说，我们晚点回来。哎呦，真的？你不是在吹牛吧？好多人都说我儿媳妇呀，像那个什么呀？啊，对，像明星。那我可得好好看看她长得到底怎么样。他加班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要不你们还是佩佩，那你们的茶水挺好的，再给我倒一杯吧。好嘞，阿姨。哎，嫂子，我不是晚点回来的吗？哎呀，我不是想着买点年货，早点回来看咱妈吗？哎，对了，佩佩，刚才妈说的是我吗？我真的像个明星啊？你说呢？不是啊，嫂子。你这衣服上一股子什么味儿啊？这衣服多久没清洗了？怎么还都是没点子呀？你要这样进去，那咱们的脸往哪放啊？没有呀，我这衣服天天洗的呀，但就是洗不干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嫂子，你家洗衣机多久没有清理了？哎呀，洗衣机还要清洁啊？得了，我算是知道你这身上一股子味是哪来的了。这洗衣机长时间不清理啊，不仅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。衣服不仅会越洗越脏，还容易产生异味和霉点呢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呀？我可不能穿成这样去见咱妈的朋友。哟，我先走，等他们走了，我再回来啊。哎，他们要是见不着你啊，可不会走的。我那儿还有几件干净的衣服，我去给你拿过来，你挑一件。哎，对了，嫂子，还有这个墨蒙洗衣机清洁剂，你拿回去给你们家洗衣机好好洗一下。那这个怎么用呀？据说半年不清洗的洗衣机细菌就会成倍数的滋生，而自从有了它之后呀，我是一天不清洁洗衣机就难受。我也不知道它为啥这么好用，我只知道它把每个问题都给我解决了，而且这个用起来还贼方便，就直接倒进去打开正常洗衣模式，它是不需要浸泡的，滋生快捷，即使是肉眼看不见的脏东西也能清洗干净。用它洗完的洗衣机不仅锃光瓦亮的，它带有一股好闻的清香，最重要的是它还具有 99.9% 的强效除菌率，真的非常好用，你们也赶紧试试吧。哇，一萍，这是你儿媳妇儿？哎呀，长得真的跟像明星一样，身上好香啊！那当然了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儿媳妇呀长得可漂亮了，像明星。佩佩，谢谢你给我推荐这个，真的是太好用了。这个在哪买的呀？我也想要买点囤着。点击头像进入直播间就能购买，还有更多优惠活动哦。